现在是7月3号，这里是珠海长隆海洋王国的现场。今天游客比昨天多了很多，好热闹起来。估计后面每天游客会更多。这些小姐姐她们是销售快速通道的，大家记得一定要购买快速通道哈。这快速通道是有数量限制的，还有必须要来到现场才可以买哈。因为有一些人想着，哎呀，省一些钱吧，不是的，你买了快速通道免了排队之后，对于你来游玩的话，其实是更省了时间的。我钱都花了，还差这么一点吗？有很多游客他没有想过这个事情，回头再买就不一定再有了哈，它是有数量限制的哈。这里就是今天7月3号珠海长隆海洋王国的一个实时的一个现场，我们准备又要直播喽。